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、财团法人大甲镇南庄副董事长郑明坤先生，妈祖北极玄天宫主任委员、县议员林慧仪女士，副主任委员陈宝丽，执行长张若凡，公主陈一菊，前莲江县地委曹尔庄先生，南竿代表会主席陈志华，前观音乡长冯义乐，以及妈祖北极玄天宫全体贵宾，向大甲镇南宫天上圣母、妈祖北极玄天宫玄天上帝、天上圣母白马尊王行参香典礼。典礼开始，敲钟。一拜。天上圣母，玄天上帝，神威保护，宝岛台湾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再拜。祈求诸神佛保佑大甲镇南宫、妈祖北极玄天宫两宫情谊永固，香火鼎盛。三拜。祈求天上圣母、玄天上帝及诸神佛保佑今天参加各位贵宾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阖家平安，请吉祥。